一宗无解的悬案。到底是哪个疯子在杀人之后还要顶上痣呢？站住！给我站住！让他坠入时空的深渊。2016年，意思是我穿越了整整30年。好痛！我到底为什么跑到这个地方来？已经过了30年，跟以前的被害人都一样，怎么会在这里？他该如何解开这深邃的谜团？隧道东森戏剧台震撼现映。